你看看啊，我这儿啊只有一个小鸭子糖了，可是不够分啊，他们姐妹两个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哎，我有一个办法了，这里啊有一个吃完的一个小鸭子啊空盒，这里啊还有一个彩泥，我来呀给这个大宝啊制作一个这个小鸭子糖，让这个大宝啊一天天的呀也不帮妈妈做家务，也不听妈妈的话，妈妈呀给他做一个，气死我了。来，让他不听话，妈妈给他全那个球放在这里面，你看看像不像啊？我来叫这个两个宝贝啊来吃小鸭子糖。来，大宝二宝，来了，我要吃这个。哦，有一说吃抢的可快了，你看姐姐，来吃小鸭子糖，吃吧。橘黄色的我喜欢吃。吃吧。啊，这怎么不对劲儿啊？原来这是在你，谁让你一天天的不听妈妈的话了？哼，不吃了。这个臭大宝，来，你猜吃你那个吧，我看看你那个里边是什么样的。打开了吗，二宝？打开了。哇，我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的，你咬一口我看看。哇，哎，怎么没有夹心呀？啊，真的有夹心的呢，好好吃啊。给，嘿。